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老爹呢今天要来用这个真灵。老爹已经把战斗卡、这个装备哦，这个特殊卡、等级都练到10了，那么核心也练得差不多了，目前等级是86级，应该没有问题了，是练的算是离完成体应该来说是差不多了。那么呢，老爹呢就来带各位解一次这个，看看我们的这个之前老爹打不过的这个第七节哦，打不过的第七节啊、用用看我们的真灵哦，用用看我们的真灵哦，看看他的表现如何，各位观众、那这个 EP 任务呢，如果卡关的朋友啊，卡关的朋友啊，其实你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它挂吧，然后随着时间的变强，就会慢慢就会过关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我们真灵60000多的伤害，你敢信？刚刚一个暴击60000多哎，是60000多还是6000多啊？50000多，对啊，这是50000多啊，这好几万啊。不过我们颜色好像是没有颜色上的优势啊，没关系，我们一样这样打，没有颜色上的优势，我们来看看这样子打。老实说，这只角色真的是超帅的，各位观众，真的是超级无敌帅的，打成这个样子，你敢信啊？好，我们真的快要有大招了。热潮，这个大招真的是非常的帅啊，各位观众。好，我们真的快 GG 了，我们赶快叫出备用了。这个属性有克制的杰尼茨，属性也克制，打出来的伤害也没有比这个真灵高多少哎，各位观众啊，你仔细看哦，这杰尼茨打的伤害没有比真灵高多少，所以这个真灵是非常值得抽的，各位观众。好，没有问题，老爹卡关卡很久，轻松过关。好，再来呢，老爹要带你们打这个 PVP 哦，听说这个真灵的 PVP 是非常的凶悍的，各位观众。好，我们现在打一场这个决斗场，然后等一下我们打自由赛季，一样呢，我们选的是不利，哎，这个没有不利条件，好，没有关系，哦，有，我们一样是不利条件二，看清楚我们的这个真灵有多强悍。各位观众啊，直接带走啊，直接带走，你敢信？卧槽，又直接带走了。各位观众啊，这完全没有挑战性啊，各位观众啊。直接一个大招，轻轻松松带走他。卧槽，还有96%的血啊！这个伤害你敢信啊，各位观众啊！又帅又强啊！这老爹抽保底值得啦，各位观众啊，非常的凶悍。好，我们接着打第二场。等下我们再来打自由赛季哦，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打第二场。这个真灵是非常的凶悍哦，一开始放这个狼简直是天下无敌啊，各位观众啊，一开始放这个狼简直是天下无敌啊，刚才故意啊，各位观众啊，好，我们再来，我们一样放一只狼出去哦，各位观众啊，这个完全没有挑战性啊，你就是放狼然后接第二招就结束啦，什么样的对手都一样啊。卧槽，这打屁呀、啊！各位观众啊，这真灵你敢信啊？太 OP 了吧！好，我们再来第三场，一天可以打3场哦。
无法紧急回避，能量槽获得减少75%。我们根本不需要回避啊！我们怎么会需要回避嘞？我们就妈的放狼就赢了，然后再勾一下，他妈就结束了、啊。各位观众啊，这么无聊啊！卧槽，这个保底太值得了，抽这个保底太值得了。好，我们再来，我们放个小狼，然后结束比赛，又结束了。各位观众啊，这打屁呀、啊！好，我们等一下挑战自由赛季哦。各位观众，这要怎么输啊？选真名要怎么输啊？我靠，毫无挑战性啊！各位观众，好，领个奖先，然后呢，自由赛季。会不会配不到人啊？会不会配不到人啊？这个时间怕没有人啊！来一个人吧，各位观众，来一个人吧，让他见识我们真灵的厉害啊！各位观众，来一个人啊，你在干嘛、啊？好，等到一个人了。好，我们一样，真灵摆前面。因为也许后面的角色用不到。好，没有问题。他在那边滚来滚去还是没有用啊，各位观众啊，他那个不给不给，然后被我们打爆了。不过他的实力还算不错。好，这实在是因为这个卡牌实在太强了，狼又冲过去又抓到了。好，我操你妈的空大，哎，捡到了，运气不错。这个放狼太 OP 了，各位观众啊，这个放狼太机车啦、啊，这完全的屌打哎、欸！我们再来放狼，放狼就赢了。好，能不能接到？啊干，没有接到。哎、欸，不过他自己跑过来给我们打。各位观众，自由赛季，一只打三只，你敢信？这简直是强到有点夸张啊，各位观众啊！好，我们再来，我们打打看排名赛，好不好？打打看排名赛。有人问说，为什么老爹课这么多，这排名赛这么后面哦？啊干！没有放到真灵啊！卧槽！没关系，我们试试看没有真灵哦，老爹就会打得很辛苦哦。卧槽，真的一没有真灵我就 GG 了，卧槽。当然没有真灵我他妈的就被打得跟狗一样了，各位观众啊。好。还好我们的路卡尔还是很强的、哦。我操！哎呀呀！没关系，我们下一场放真灵哦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放真灵。我们是来示范真灵的。换一下角色，我们把路卡尔下来，换真灵。好，没有问题。有真灵哦，就天下无敌了，各位观众。好，我们一样放狼。卧槽，这个伤害，刚刚的路卡尔简直完全不能比啊！好，又带走一只。
想到你欺负死我们。好，抓到了，又是一个一打三啊，各位观众。好，可以三次，可以打三场，我们再一场。这个又帅又强啊，各位观众，这个路卡尔，对，这个真领老爹觉得真的是有够强哎。之前的什么库拉啊，什么路卡尔，我觉得都没有这次真领强啊，各位观众，这次是真的强啊。卧槽！放蓝，有没有看到各位观众啊？这个强悍你敢信啊？他快 GG 了，他直接 GG 了，这个伤害真的是太夸张了，不是老爹在说啊，跟鬼一样强啊！刚刚没有派路卡尔的时候，老爹是被打爆的。好，最后一场。老爹真心建议哦，这大家可以囤钻来抽这个路卡尔哦，有在囤哎，来抽这个真领哦，有在囤钻的人哦。Ready, go！ 有没有看到？一招就死啊，这完全不需要什么技术啊。好，然后有人下来再放个狼。各位观众，又是一个一打三啊，又是一个一打三的节奏啊！老爹整体评价呢？哇，这个真的是比之前的任何一只这个什么限定角度来的还强啊！非常值得推荐大家抽。好，那么这部影片我们就先到这边，祝大家都抽到真灵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